备了。哦，这是最后一项喽。好，参与的选手有来自屏东艺术队陆西高中林志成、新北市民德高中广汉、中师大甲高中罗家璇、南市北门高中曾立伟、南市友仁高中顾昌焕、北市师大附中甘可德、苗栗中心高中林进杰、竹市承德高中廖崇凯、云林湖北高中潘永元、北市立山高中简玉恩、云林湖北高中陈振宏、竹市承德高中陈鼎、云林湖北高中叶永杰、新北市民德高中杨志军、竹市承德高中徐正杰。现在呢是三个湖北高中的跑在一块，在领先集团，不过1500，大概还有这个总共还要再两三分钟。因为其实我不晓得我们屏东县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县长。县长应该是要来颁这个奖。他因为以目前他的情况，他是领先181分，所以应该是完全一点悬念都没有，除非他真的是受伤拉伤。第二名要追过他的几率是几乎不太可能了，几率很低啊。应该是县长如果有帮他幕僚帮他安排，他还是应该来参观这一场。这个铁人他的屏东县的铁人。对，应该是有啦，所以就是等待了屏东陆新高中的林志成。前面呢也谈到过了，十项真的不容易啊。对，因为他在去年全中锦的时候他就打破大卫纪录。对，他那时候就6800多分，6900分。是大会播报员也特别播报了，我们看一下镜头能不能够抓到这个林志成，他的编号是1594，陆新高中啊、所以他其实这一千五也不一定要拼到第一名呐、不用，对不对？目前如果以他的成绩来讲，那他大约可以拿到6970分左右，以他的实力，就是1500公尺跑完。应该把总分加起来应该大概在6970左右，然后当然我要看他比赛完。目前在距离现在是男士有的高中陆昌焕，加油加油。这个陆昌焕、在去年代表我们国家去参加亚青少，我拿到第二名，但是在这一次的表现只能目前拿到第五而已，但他的千五还算不错。对，1500公尺，这是男子十项哦，所以杜昌焕目前暂居第五，他必须要靠这1500公尺争取分数回来哦。因为他的对手赢他没有几分，所以他应该要追到第四名。以目前来讲，应该是追到第四名。要赢前面的话不容易，要夺牌，对，要夺牌不容易，因为他的分数还是有一段距离了，差了。对，如果他挤了，他距离第三名还有300分呢、有一段距离。对，所以他应该是第四名了，就是名次会进步一名。好，不过我们这边看导播可不可以请摄影师去拍一下林志成呢、这个他的序号，这裤子上面是一号，有在第二领先群，林志成在县长屏东乡亲的面前，好，杜昌焕在1500男子十项呢，这边是跑了第一，林志成，屏东陆新高中。